最近老胡有几个群友和同学啊、呃，发现他们频道的高级功能被关闭。老胡今天就来讲一讲这背后的原因，以及我们可以采取的方法。好，首先啊、呃，在这个频道里面，如果你在这个设置功能使用资格里头可以看到啊、呃，你的哪些功能是已经启用，或者是啊、呃、被拒绝使用。 那老胡这个频道你可以看到的，启用、启用、启用，它有标准、中级和高级功能。那中级功能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可以发长视频、定制视频的这个封面。那高级功能主要在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申请啊创收的功能啊。呃，当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功能，比如说在啊说明当中放外部的链接啊，就是你点击以后可以跳转到。 有关以外的地方去，并且可以对版权主张进行申诉。所以，如果一个正常的你要将来呃从事频道赚钱的呃这样一个目的的话，你肯定是需要这个高级功能开启。那在开启的时候，它有好几种验证的方式，可以视频验证啊，可以提交这个身份证件照片啊。那么呃。 最后还有一项就是自动的，属于啊频道的历史记录。你看老胡这个频道的话，就是呃历史记录这种方式启用了这个呃高级的功能。好，那往往很多呃遇到这个情况呢，这个同学他他是没有加入 y p p 啊这个时候啊他被呃禁用了这个高级功能的话，那意味着他就没有办法申请 y p p 那这些更不要讲这个对版权主张的进行申诉这些功能了。 啊，并且他也没有资格来申请这个频道啊，创收也就加了 YPP。好，所以在这一个高级功能如果是被禁用，并且是你在接近达标这个时候的话，当然会引起呃这个博主的紧张。我今天跟大家看一下油管的文档里面，它是讲怎么样呃会导致这个高级功能被禁用。好。 那么这个地方给了给出了一些例子，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啊。当然，这些行为会导致频道推迟获得资格或者功能访问的权限啊。那么，比如说收到社区的警示啊，还有呢，收到版权警示，也就是说，你有一些内容方面是有问题或者行为上面有问题的话，他会根据这个东西来呃延迟你呃这个开通这个高级功能啊。 还有呢，这个地方讲的发布啊、呃，重复的内容啊，那这个重复内容我以前多次讲过，并不是像一个视频两个视频这样重复发布在同一个频道或者是在相关频道里面，而是讲它规律性的发现你这个呃一搞多投在这个你的这个账号和频道之间啊，单一的一两个偶然的没有问题啊。 那么发布一些这个平台政策不欢迎的一些内容，侮辱性的、仇恨性的，啊、呃。注意看啊，视频或者是评论，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评论、评论和呃，你在这个有管这个平台上面的其他的行为是一样的啊、呃，不是讲哦。 我来申请 YPP 只跟我的视频有关系啊！我以前曾经看到过，有的同学就是因为呃整天在评论区跟别人吵架，呃超过界限，然后整个账号被删掉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呃，这个我们要整个的呃注意我们在一个平台上面的这个行为的规范啊！当然呃发视频呃评论以及。 你长期观看的一些视频，这些东西也都是你的历史的一部分啊啊！发布是垃圾内容、诈骗、使用误导原数据。注意看啊，你发布视频，视频本身没问题，但是原数据有问题，你的这个评论区。 呃，你的那个说明区有问题啊，你发的社区帖有问题等等这些东西，比如说呃不当举报或者是存在其他欺骗行为啊，你恶意举报别人，你这个本身搬运别人的视频，你反过来还来还来这个举报原创，讲原创搬运你的视频啊，网络的欺凌、冒充别人啊，这个对儿童造成这种危害啊，呃，还有这一条啊。 管理的频道和其他违反政策的频道有关联，这个是往往就是一个账号底下的多个频道，你其中一个频道出了问题它会连坐到其他的频道。当这个内容呃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社区的行为的问题。呃，一般因为版权的原因，就是管理整个的频道的呃关联频道的这种情况比较少见，除非你这种侵权的性质极其恶意。 比如说发布那个呃原版的这种电影啊，这这个行为就恶劣一点。如果你发布的是片段呐、啊，或者是呃呃别人的 MV 啊，当往往这些东西，它影响都会在本频道之内的啊、哦。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呃我给大家呃呃快速浏览这一段，就是告诉大家要知道，并不是讲你的视频有问题啊、呃，会导致会禁用你的这些高级功能。 那么当然，呃，一般来说，这种禁用的话，他你会收到一封信啊，收到一封信，收到信的原因是你以前已经自动开通了，但是呢，他禁用你了。还有呢，就是呃，很多同学最开始的是他在开通的时候，最开始他这方的没有启用，他想启用的时候，呃，这个验证通不过。 啊，他要求他来积累频道的历史，最后才让他通过。也就是说，啊，这个地方最开始还没有启用，对吧？啊，没有，他试试图启用，那么就要验证。那视视频验证这一块，就是拿着手机对着照脸啊，刷脸。这个不是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开通的。那么很多呃，很多同学就是要提交这个身份证这种方式上传。那身身份证上传有的时候就被拒绝。那拒绝以后，然后就是讲你得等等你的频道历史记录足够啊长。 才能够啊、呃、开启你这个高级的功能，那这个多长呢？油管告诉我们，它是要两个月的良好的这个行为的记录啊，嗯、呃，那当你如果以前有了呃，现在它停止你这个、呃、这个权限的话，一般来说它就会收到邮件通知，但是呢里头没有申诉这一说啊，它就通知你已经关闭了啊。 那么你必须得表现良好，然后才能够再开通。那一般来说，他通知你这个访问权限的这个限制的时候，他也不会告诉你的原因是讲，因为你是版权的原因，因为你是社区行为的时候，他都会讲啊、呃，我们现在啊、呃，就是呃就是关闭你的这个高级功能啊、呃，告诉你一声、呃，就这个意思。那正常这种情况的话，他不是讲呃永远关闭你，他呃往往可以重新啊呃获得这个功能的开放。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改变你的行为，知道你原来的那些问题，我们前面列举的这些问题，啊、呃，如果是改正了以后的话，那两个月以后的话，他会给你开通。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永久禁止啊，只是拖延一些时间啊，仅此而已。那如果你这个被禁止了，呃，嗯，有的只是因为这个，呃，因为因为只是这个验证的问题。 啊，而不是真的是你违规啊！我刚才讲的两种情况啊，一个是你准备开启这个高级功能，和你已经开启高高级功能，但是被禁止。那如果是你被禁止那种情况呢，往往你都得等，等你的这个从一个这个原来的行为不良啊，到变成一个这个有一段历史两三个月，你的行为都很好，那么他就会给你重新开启。那么我现在讲的是。 第另外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你还没有开启，但是呢被这个呃你想开启失败了，验证失败，然后讲你必须等这个。